好的，来带您了解，由于小犬台风有可能从南台湾的恒春半岛登陆，可以看到呢，在屏东的芳寮养殖业者也加紧脚步来提前做防台措施。你的风速头的嘛，速速叫，我的水车一定要拍，啊，你拍的时候像即马，今日去全部要准备，这水车锁啊，一定要给我按。分准备发电机，好、哦，准备好，怕临时断电。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啦。好的，那业者是表示呢，台风天余温最怕的就是断电，所以一定要储备好电力，再来就是固定好水车。而另一边在台南种植碰柑的农民呢，也来到农地里巡视。怕风啊，哦，怕风哦，他唔。咱这山坡地吼，较唔惊雨水啊。而业者是表示呢，碰柑是长在山坡地，比较不怕雨水。但是如果台风带来的强劲风势，可能会扫光整个碰柑园。而现在不管是渔温业者还是农民，都已经提前准备好防台措施，希望让经济损失降到最低。